如果你心里有什么想法，都可以跟我或者你妈说嘛。如果我这状态会让你感到困扰的话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搬出去。你知道你这样讲很伤人的心。我跟永琪已经分手了。抢劫啊！抢破了，帮忙！你看公车22还是32？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我来综合台，我爱幸运七。